宅在家的你少了社交，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变多了，你会觉得孤单寂寞还是更自在呢？其实和自己相处并不难，因为不是我不爱交朋友或是讨厌跟人说话，而是单纯因为闲聊的感觉像是为了聊而聊，但是闲聊不是我的菜。独处有助于我按下暂停键休息一会儿，我可以静下心来单纯的处于当下，不用在意自己比较慢热比较温吞，不是非得用吼的才叫做自信，有时候有些自信的展现可能没那么吵闹没那么招摇，不同人的笔顺会不同，但都应该受到尊重。设法不让自己淹没于外在世界的喧嚣中。记得要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去找到自己的声音。